家好，我是 BG40 Team J 的张子墨。现在是2018年5月，是我第二次即将参加总决选，也是第二次在这里录这个视频。非常感谢在这一年中给予过我帮助和支持的人。可能在过去的一年中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次数也不是很多，没有很多机会给大家展现我自己。有人离开，有人到来，有高潮也有低谷，这也是一种过程吧。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努力调整自己，一直都想给你们呈现一个最好的我，所以抱歉久等了。今年总选我也会加油的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尽收集心，谢谢。